中心点到下一点的中心点，这边到这边一定是十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到这边一定是十，那我只是给它角度，所以它做完毕之后呢，一定也会是类似像这样子 ，OK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需要这边的线跟这边的线，好，那你可以怎么做呢？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画线，直接从四分点拉到这个四分点，空白键哈两下，然后这个到这里，那这里的话呢，它需要一个这个60度的线段，那当然如果说你要直接画哈，看一下这样应该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因为它是什么？它是切，所以Ctrl 加右键，我看如果是切点到这边的切点 ，Ctrl 加右键切点有没有 ？Ctrl 加右键切点到切点，好，那这样应该是 OK 的，好，因为我切点到切点。那另外一边的话呢，你可以用近色的，或者是再一次哦 ，Ctrl 加右键切点，再到 Ctrl 加右键哦切点，好，或者是说你可以用近色的，比如说我这一条线，假如说我不想重画，我可以用什么呢？把这一条线做什么呢？做近色。那近色的话呢，一定也要一样的角度，所以我们而且要取中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怎么样？因为刚好五个圆，中间的那个圆刚好一半，那我可以怎么样？拉一下，拉到这边。不对，不行，所以方向不能是这个方向，应该怎么样呢？如果说你要近色的话，应该是这边空白键，我应该是从这边拉，这样也不行，所以上下不能这一个，应该是从这边这一条线过来，好，我们试试看啊，近色这一个，然后把这一个拉一个几度呢，也是一样哈。就是60度的反方向，反方向，那其实也是另外这一点，好像也是，点一下，空白键，理论上这个应该也是相切的，好，那做出来之后的话呢，最后我们要把这个尺寸改一下，这边到这边，那特别注意呢，它因为它是垂直的高度，所以呢一定也要是什么，标注的时候特别注意，一定要是线性，不能用对齐式那从我们抓这一点好了。